cat clock. Anzo's ways are curious indeed. 長政と申す者の守護霊の気配はよく知っておるぞ。Even cats speak in these lands. わしがついてやろう。我ら守護霊は人の信心より生まれし人魂。そして荒ぶる妖怪は人の怨念より生まれた荒魂。生きとし生けるもの全てはこの二つの均衡の上に成り立っておる。しかし長く続く戦乱がため荒魂の力はいやまし、妖怪が世に跋扈しておるのじゃ。これでこの国の言葉も聞き取れるようになろう。感謝せず。啊，这一关里面一对多的情况还是挺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为了控制局面，我们可能需要先用弓箭射人，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高难度下一箭还射不死，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冲上去，再趁着还没有惊动所有敌人的时候，舞刀这样来确保干掉一个。虽然说也可以是用上一期我给大家教的就是这个回声拔刀的这种方式来这个解围，但是呢依然因为场面混乱很难控制局势，所以还是很危险的啊，建议还是使用这个远程武器，能干掉一个是一个。啊，这个地形和敌人的配置也是非常的阴险啊，各种高这个掉落点啊，这里面左边的敌人的这个血量比较厚啊，右边的人敌人血量比较薄，但是其实我建议呢打这个左边的射死以后上去补一个聚合啊，基本上也差不多了啊，就应该就死了。右边的那个本身血量就不多，其实威胁不大，左边的这个呢算是个精英，但是呢是看在他这个没戴头盔的份上可以爆头，所以其实还好。但有后面有些敌人他还会这个戴着头盔你一箭还射不死他，只能把他的头盔射掉啊，这个跟他打的时候呢不要往前打，一定要把他引过来，因为还会惊动其他敌人。这里还有个弓箭手也是非常烦人，哎，弓箭手往往血量比较少，一个聚合就能干掉，一次聚合的威力相当于基本上就是这个下段一套连然后分神一二三啊的伤害加起来啊。虽然说聚合威力巨大，但是呢直接放起来因为有个蓄力的时间啊，所以一般来说能打出高伤害一套连死的话，就是还是先是平 A 一套，然后分成一二三，最后再接一个聚合啊。像有些会防御的敌人呢，你在找到他的破绽的时候攻击一下以后，第一般第二下他就会防御，所以第一下之后紧接着就放分神，然后接个聚合，哎，大概就是这样。这块如果说是这个跑路，就是说这个跑尸的话，简直是噩梦。这关地形如果不熟悉是一方面，但是你熟悉了，你跑之后也会这个火车王引一大批人啊。刚才那个斜坡上去的时候呢，上面是有一个这个小木林的啊。如果要拿它的话，要先去拿到这个首领房间的钥匙。当然，如果你要是过关，只为过关的话，其实用不着。哎，逼到墙角一通水行剑，哎。这个可以看出来我的这个打法就是比较想把这个游戏玩得像一个真正的动作游戏一样。按照动作游戏的思路来玩的话能这个爽不少啊，因为相对于其他几个经典的动作游戏来说呢，这个人王里面的敌人呢算是比较弱的啊，已经比很多其他动作游戏里面的这个敌人要弱很多了。
其他类型的动作游戏的高难度下的敌人啊，已经弱很多了，因为他们攻击欲望还有就是说一些攻击招式呢不会那么复杂。但是呢，这个人王里面的人物的这个招式、动作、武器啊，却很繁多啊。你如果能当做动作游戏打的话，确实会很爽。而且就像其他的动作游戏一样，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打的话，你需要做的就是这个磨练自己的技术。磨练起来了以后，你这个就会爽到。因为有的时候锁定的连续放居合穿来穿去，可能这个居合本身转向的速度有限，所以可能就需要前面那个反复横跳式的这个居合啊。但是我还是没练好啊，总是因为要同时要取消锁定，而且还要各种反向推摇杆，而且会影响视角。进到首领房间里以后，把这家伙这个躺在地上埋伏着啊，这些都是山贼啊，这些都是山贼。你们可以在视频简介里面看到，是这个我们是要去找这个长镇黑田长镇，他在这里本来是讨伐山贼，然后讨伐的失踪了，但是这个杰罗威廉来这里以后发现，就是感受到这里有妖魔的气息，就是说应该不是只有山贼这么简单，这里要小心点，经常会引到好多人。这个以攻为守啊，如果能尽快的将敌人杀死的话，肯定要比这个周旋着拉着拖着一群人周旋要好很多啊。刚看到我这个心眼发动了，发动了之后呢，看到上角有一个这个增加攻击力的 buff， 也就是心眼发动后带的这个心眼二的效果，会增加差不多将近能有一倍的伤害，真的非常多。但是你前提是你得发动。我这个打法看大家看，就是应该不是看了就能会的那种啊，是不是看了就能会的那种啊，是不是最好用的，那个当然也不是，但是呢就是只能算是一个分享吧啊，就是你们看就当做是我双刀传教好了啊，你们看觉得好用你们就可以用用，你们觉得啊也就那样了，你们这个愿意怎么玩就怎么玩，用不着非得要学我这样的，对吧。这边还有一个温泉啊，这是这个游戏里面第一次遇到温泉，小心这里还埋伏着一个，还是精英大斧。泡温泉会脱光衣服啊，它这里脱光衣服之后的那个服装的 buff 效果也会消失，你可以看到左上角的那个血量就会少一点，然后泡完以后衣服穿上的血量又变多了啊，因为这个装备上带有一些这个增加生命值的效果。然后呢在泡完温泉之后的大概有个几分钟，一分钟嘛，两分钟的时间里还可以这个保持着不断回血的状态，不过这里把庙一读这个 buff 就没有了。大家应该有注意到，就是说我每次在身上吸收精华之后左上角会有一个 buff， 这个 buff 的效果是这个天眼孔雀造成的。天眼孔雀的效果就是这样，就是你在这个根据你的架势摆的当前的架势，然后如果吸收精华的话会给对应的给予一些这个 buff 的效果。你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在使用下段，如果吸收到精华的话就会增加一个这个增加精力恢复速度的一个 buff， 如果是中段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增加防御力的 buff， 如果是上段的话它就会增加攻击力啊。咱们玩下段呢就是主打要消耗精力比较大，虽然说是这个重武器其实消耗的精力最更大，但是它是精力的那个总量需要的要高啊，我们是需要精力的恢复速度。能够熟练使用残心的话也是可以相当程度上的这个增加攻击节奏和攻击频率啊，这个也是要练的，需要练的精炼自己技术的这种元素非常多。这个妖鬼经常会这个
一个回身一肘子，这个是非常这个威胁大的一招，因为他那个回身是瞬间转身，然后瞬间给你一下，是没有起手动作的那种啊，所以威胁很大。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在他背后，但他突然一下一个转身，是一瞬间就发生的事情，就伤害判定，然后打出硬直。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要我们现在要走这边，这里但是呢有妖怪在这里挡着啊，还是不算难缠，但是呢可以在这里有个近路啊。这个墙壁的这个妖魔啊，跟他呢前面也看到了，在使用这个正确的态度的话，他就会直接开启；如果使用错误的态度的话，他会这个就会变成敌对状态。这个是哪种要使用哪种态度的表情，这个不一定啊，随机的啊，有点像剪刀石头布。接下来我们要快要到打 boss 了，我们从这边跳下去。这个地图呢是岔路特别多，但是都是多余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好东西啊，因为本身是刷刷刷的游戏嘛，哪有什么箱子里面开固定会掉什么东西的。不过确实还是有些，比如说像有些这个什么移发这个技能点啊什么，确实是第一次开箱子会有的啊，但是也没必要，因为技能点大部分的时候这个升级也够啊。又是这种妖怪拿大斧的啊，拿大斧在这种狭窄的地方，这个纯粹是恶意，因为大斧挥击范围特别广，要跟他周旋起来的话就是还是挺危险的，所以最好能尽快解决。哎，幸好这个出招是不会从边缘跌落的啊，不然刚才那一个聚合绝对那个十字斩绝对出去了啊。这边算是一个开了一个打 boss 前的近路啊。这个分神三总是会把敌人打飞好远，尤其是在这个边缘的时候，刚才看他飞出去这么远，一般都是直接掉落。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双刀回血的能力，刚才已经是被打掉了低于一半的血量，然后打着打着血量又满上来了。最好不要让自己处于一对多的状态，即使是有一个小鬼很弱的那种啊，迅速解决啊。哎呀，哎呦，按错键了，本来要吃药的啊，上成了个雷符。啊，雷属性的话，就是如果让他中了 buff 之后，他的行动速度会变慢啊，会好打很多。但是呢，这个上了雷符这个东西呢，其实是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打打的自己忘了这个雷 buff 下去了，然后刚适应了慢节奏，然后一下子变快了以后，反而其实难度挺大的，所以。我有两套这个双刀，一个是雷属性的，一个是火属性的，但是我平时自己打尽量还是用这个火属性的，跟别人联机帮别人的时候呢，我一般会用雷属性的，因为能让怪物的这个速度减少的话，对他们肯定打起来是有帮助的，就像用了减速符一样，而且减速符和这个雷属性的 buff 是可以叠加的，特别硬 buff。 我们可以看这打这个独眼巨人，打独眼巨人这些大体型就是穿裤裆啊，带着这个残心状态下的时候的动作呢，是可以这个穿贴图的。如果你不带着残心，你闪避是会被他挤着的。带着这个残心效果进行闪避，残心闪避的话，直接可以这个穿过他的身体。这边还有一个，哎呦，先把这个尝试取掉。打双刀用这个方式打他就是沙袋，刷刷刷砍一套一个聚合，刷刷砍一套一个聚合，打他就跟沙袋，就玩弄他。好，前面就是这个我觉得算是最难打的 boss， 这个飞猿魔。他难打主要是因为伤害高，攻击欲望相对比较强，但是呢主要是因为伤害高，所以你在学习打他的过程中会非常困难，学费贵，所以学的难。飞燕魔有很多远程的招式，但是实际上它大部分的招式向前躲会更好躲一点，但是因为这个不熟悉时机的话，一旦躲错了就直接就去了，所以说大部分的人可能
这个因为容错率太低，不敢尝试向前这样的闪避的方式。他的大部分的招式向前闪避的话，成功率会高很多。这里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旋转的那一下的话啊，闪避不是闪避，就是攻击一下，然后在拔出尝试的同时呢，进行这个残心的聚合，残心的十字斩。啊，打他还是要主要先消他的精力啊。如果你没有学到分神三的话，那就直接打分神一，分神二不要打，分神二太慢了，就踢一脚就不要再打出分神三了，分神二太慢了，分神二非常危险。好，上水星剑，水星剑精力打到他这个差不多的时候开大，因为他是绝对会起身一个抱抓头的啊，是破防的。然后呢，我们开大的时候再开始对他进行一波输出，砍两刀确定安全的时候按三角，哎，这一下攻击是非常高的，按三角的这个轮劈啊，这个我们大虽然结束，但是他剩下的生命值也不多了啊，稍微蹭两下，好打一下一个残心聚合，哎，居然还拿了个无伤。这个不是教学啊，只是分享一下自己打法的思路。いや、誠に片付けない。槍には自信があったが、毛量の類とは戦ったことがござらぬゆえ、遅れを取り申した。長く続く戦乱が夢。国元では民草は窮し、怪異が溢れておる。間もなく石田徳川の間で天下を二分する戦が起きるで。民のため、この戦を天下太平への戦、最後の戦とせねばなるまい。そう。石田のせいで父上は天下より引き離されたのじゃ。家康殿と共に打ち果たしてくれん。長政さん、聞かえぬか。客人がおられる。I don't have time for this. Calm down.Everything has been taken care of. Kanbei殿も人が悪い。妖怪が仕業と分かっておりましたな。妖怪より珍しいわね。
半蔵様に伝えて、筑前立花が寮にてあやかしの変ありと。 Who are you? I dislike the company of drunk samurai. Hey! I am no samurai. So I come on drunk. Even worse.